像是有钱倒会的吗？哎，这倒会这东西啊，跟钱多钱少没关系。开奔驰的，骑自行车的，几万块、几百万都在场，乱着呢。刚才说什么乱？你想啊，都是外头来的人，又是现金交易，能不乱吗？政府啊，都管了好几回了，屡禁不止啊。啊，所以嘛，我啊，还是老老实实开我的饭馆好，什么倒灰乱七八糟的，离我越远越好。这样就对了，人嘛，就是要本分子。啊，哎，来来来，抽根烟。好。谢谢。我啊，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我这次来，估计走的地方比较多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什么地方可以租到摩托车？摩托车我就有啊，租我的吗？哦，那太好了。哎，这租金啊，就和房租算到一块儿。哎，不用。哎，你的摩托车能值几个钱呢？那就太谢谢你了。你啊，真是个好人。好人说不上，实在。哎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好。你歇着，谢谢你啊。看着已经睁开眼睛却仍然处于植物人状态的儿子，周铁心如刀割。他不愿意相信自己和妻子两年来的努力全都是无用功。你怎么慌里慌张的？但是他知道无论如何他都只能撑下去，直到胡志军落网。医生说如果没有别的症状就出院回家。也就是说在医院这么耗着没什么意思，是不是？我们领儿子回家吧。怎么会平白无故的睁开眼睛呢？就算醒不过来这应该是个好征兆啊，为什么现在就这个样子？不是什么事情都有征兆有结果的，你以为是你办案子呢？以前你还劝我呢，儿子再怎么在医院住下去也没有什么用了，儿回家吧，这可都你说的呀。老周，喂，老虎，你在哪儿呢？怎么一直没给家里来电话啊？我手机啊没电了。不是让你下午就来电话吗？怎么这么长时间啊？我手机没电了，开不了机。怎么，你着急了？你废话，出远门不给家里打电话能不担心吗？行，以后啊我保证每天给家里打个电话。你住哪儿了？一个小旅馆，挺安静的。旅馆别乱住，安不安全啊？我知道了。哎，咱们儿子呢？抱着呢，跟他说话吗？好啊。好儿子，爸爸出差在外面，回去以后啊给你买好吃的啊。还有啊，你妈真啰嗦。哎，我听见了啊。给孩子说话你也偷听啊？你哪天回来啊？不一定，五天八天，得看生意的情况。哦，对了，咱们房子的钱什么时候要？还有一星期左右吧。一星期？好的，我保证一个星期以后回来，你等着我吧。明天我还得谈事儿，我想早点休息了，咱们就不说了啊。就这样。刘福鼎，说话，老实交代。我要喝水。给他喝。
我抽烟。烟你没抽，对身体不好。我他妈都快死了人了，不用你关心。我不是关心啊，我是关心你的口供。我不都说了吗？杀了我原来的老婆，跑到这儿，又认识乔海燕，我他妈这辈子栽到女人手里面了。我关心的不是这个案子，这个案子我知道。我关心的另外一个案子。什么？另外一个？对啊，就是今天的绑架案。不是，你说你这个人，装的跟男子汉似的啊，脾气上来就发疯，没有脾气就耍赖。你还有什么罪行没交代？老实说。我不都说了吗？我杀了我原来老婆，到这里又碰到乔海燕，忘了啊？今天你白天说的话都忘了是吧？我的记性啊，就是比你好，是吧？你要真是个爷们儿，就把你知道原原本本的说出来，反正都是死。为什么不死得干净利落一点呢？啊，秘密能带进棺材吗？是吧？杀过两个。哪两个？一个是我原来的老婆，还有一个不认识。不认识？去年跑出来的时候碰到的，看起来好像有点钱，然后我把他弄死了，从他身上抢了5000块钱。那个人叫什么名字？在哪儿碰上的？我从汉水跑出来的时候，路过一个小镇，碰到他，和他聊了几句，好像叫胡志军。胡志军？然后呢？然后我就把他勒死了，抢了他5000块钱，都跑这儿来了。认识了乔海燕一家，本来想跟他好好过日子，结果他也欺骗我。他们全家人都在逼我，我要弄死他，老子要杀他，老子要杀他！疯子，老子出来一定要弄死他！来。是，老子一定会杀他的。陈队，核实一下，看他有没有什么积案，然后就是拘留。是。哎，等等，他刚才说他杀了个人，名字叫胡志军。听着怎么这么耳熟啊？啊！2年前在都城市发生的持枪抢劫案的逃犯就叫胡志军。对。这个案子的负责人叫周铁，弄了一个全国持枪抢劫案的情报网。前一段时间在公安部的颁奖典礼上，你应该碰见过他。想起来了，是一个叫周铁的老头。对对对，他当时三句话不离胡志军。给我印象挺深的，马上给都城市公安局打个电话，就说我们这儿抓了逃犯，据他交代，他杀了个人，就叫胡志军。是，快去。胡志军，这张照片是爸爸和妈妈带着你去公园拍的，那时候啊，你才3岁呢，你看你笑得多开心啊！哎，这还有一张啊。你上小学的时候获得了3好学生，你高兴地把奖状拿回来，让我们贴到墙上呢。你看看这个，哎呦，那时候你才5岁，瘦得跟猴似的，还要去爬摩托车。这张照片是2岁多拍的，在骑摩托车呢。我是周铁。看看他们戴着那帽子，多好玩啊！啊，你好，你好。你看这个，哎呀，妈妈，什么？你怎么了？一惊一乍的。好，好。我知道了，好，我马上过来，就这样。哎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突发事件。哎，你要注意安全。好，我知道了，
我现在去一趟齐牧师。陈队，哎，这位是都城市公安局的周队长。啊，我叫周铁。哎，我知道，来了这么快，连夜的火车。您叫陈建芳。没错，是我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请问一下，那个自称杀了胡志军的杀人犯现在在哪？哦，就关在我们这儿了。哦，怎么，你现在叫啥？对呀，这还没到上班时间呢。再说，你提着也提不出来。你看，你坐了一夜火车，好好休息休息。我一会儿给你安排个招待所，休息一下。那个林福田杀的胡世军，到底是不是你要找的胡世军，那还不一定呢。我说啊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在颁奖会上咱们见过，你就是那个模范英雄。没错，是我。哦，我看到你了，特殊贡献奖。嗨，我那个情报那是歪打正着，整整两年搜索全国持枪抢劫案，要是让我这两年不干别的，哎，来来，我来，我来，天天搜集资料，我肯定要疯。哎，我说老周啊，为了一个逃犯，至于这样吗？还有别的什么原因？可能吧，可能，可能的意思可就多喽。哎，我说，啊，我几点能够审那个犯人？哦，三个小时以后吧。那小子昨天扛了我很晚，今天你连着审的话，不一定有什么好结果。你看，我来的太急了，也忘了时间了。你这么早到办公室来干嘛？哦，我就睡这儿啊。睡这儿？啊，这连张床都没有啊。嗨，两个沙发凑一块儿就睡了。哎，多方便！哎呀，你可真够劲儿啊！这身警服一上身呐，浑身的劲儿就使不完。警察都像你这样，那就好了。老赵，走，我送你到招待所休息休息。不用不用不用，你随便，给我找个地方，我歇会儿就行了。那哪行啊？睡觉而已嘛。哪来那么多讲究？警察就是要有吃苦的能耐。走吧。由于离家时的匆忙，胡志军带到齐牧师的手枪并不是自己惯用的5.4，而是老柴送给自己的那一支。这一次野外试枪，第一下就卡了壳，让一向迷信的胡世军心里很不舒服。他认为这是个不好的兆头。
其墓室地下的岛会市场，每天都有大笔的现金交易，而岛会人大多警惕性较差，胡志军正是看好了这一点。但为了万无一失，他还是要进一步掌握目标的一切行动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他一次就得手，并能够顺利的逃跑。丁福田，你昨天说你杀了个人叫胡志军是吗？早啊，反正是叫什么军的。什么时候？晚上。我问你日期。去年五月份，我刚从汉水跑出来的时候。你是说你在汉水时遇到了胡志军？是，没错，人是我杀的，还有什么好问的？问你什么是我们的事儿啊？轮不上你发牢骚。我问你，你说那个胡志军长得什么样？人样。你给我老实点啊！哎，你看看是不是这个人？早忘了，那么长时间了，才过去一年，你仔细看看会想得起来的。讲出来有什么好？反正都是死路一条。你在跟我们讲条件呢？讲不讲条件又能怎么样？看着我。再说一遍。你他妈再说一遍！反正我都是快死的人了，跟我个痛快得了吧。垃圾。都回来吗？今天换几个？今天换10个。不用点，老规矩。好。盯上目标，下一步就是了解目标的行动轨迹。胡志军像个训练有素的猎手，悄然跟在猎物身后。老周，那个人渣放挺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哎，
你不是派人去查了吗？他要说不清楚他杀的那个胡志军到底什么地方人，我只能让他们以汉水市为中心啊，查找失踪人口，看看有没有叫胡志军的。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很有可能就是你要找的胡志军了。看来也只能这样了。嗯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还回去吗？算了，我在这儿等结果，万一临时有什么消息呢？哎，老周，你看都这个点了，该吃饭了。食堂在一楼。啊。哎，建芳，你不去了？我不去了，吃面包。吃面包啊？这怎么行呢？省事儿啊！平常执行任务的时候啊，带着也方便。我最讨厌吃方便面，最不方便的东西还要用开水。建芳。睡办公室吃面包，这就是你办案的法宝。哎呀，还锻炼学习啊。警察嘛就是要艰苦。行了，你要注意身体。事儿，中午饭吃了吗？你就跟我说这事儿啊？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？能，有什么不能打的？耽误你正事儿了？你说呢？那你怎么了？无精打采的。我正谈着一笔事儿，你这电话突然一来，我打扰你了？没有。我错了，没有什么错不错的，不就一个电话吗？哎，要不我晚上再给你打吧，我现在正谈着事儿了啊，就这样。摩托车好骑吧？谢谢，好骑。哎，怎么了？没选到好的地方？选着了一个地方，挺合适的，就是没谈成。哦，是不是太贵了？那倒不是，明天啊再去看看，也许还能找到更好的地方。Thank you.
建芳，去调查胡志军下落的人有信吗？还没有。我还以为有什么新的突破呢。哎，老周，啊，你抓这个胡志军用了多长时间？哦，前前后后加起来两年半吧。哎，怎么了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在设想两年抓不到一个罪犯的感觉，想不出来啊，从来也没有罪犯从我手里跑掉了。你觉得我很无能是吧？啊，不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我碰上的都是二三流货色，没什么挑战性，挺遗憾的。建芳，你们齐木市的治安状况怎么样？哎，水浅王八多，地儿不大吧，干什么的都有。我们这儿啊，有一个倒灰市场，每天的三教九流全聚在这儿。这些人呢，抓了以后罚也不能罚，是判也不能判，教育教育还直接把他放了。一看你这些人呢，那就窝火。像你这么全能的战士，也有无奈的事儿。哎，我听了怎么不像在夸我呀？啊，不不不，我是在夸你。我一看见你啊，就想起我二十年前的样子，浑身是劲儿，恨不得天天都上街去抓贼去。咱们俩啊，可能有点不太一样。怎么？可能有点根本性的东西不太一样。胡志军也没有想到，他能再一次在岛会市场上见到同一个人。看来目标还没有彻底逃出视线。这一次，胡志军没有犹豫，提前来到了上一次跟踪失败的地点，静静等待岛会人的出现。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哼，我研究胡志军已经两年了，要说起他，我可以从他的祖宗八代说起。但是我相信你想听的不是这个，你问吧，想知道什么？你觉得换上我能抓住他吗？我觉得啊，不能。够诚实的说法。
一点也不跟我客气。凭什么不能啊？我觉得，作为一个警察该做的努力，我相信我当时全部做到了，甚至连运气我们也不比他差。但是胡志军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。听说他在你手里跑了四次，他连续四次都复兴高招。不知道，也许换了你能够抓住他也不一定。也许换了我不可能这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追。没错，你不会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哎，这是你说的呀。喂，裴总啊。哎，什么裴总啊？你还是叫我老财吧。哎，你怎么想到给我打电话？你不是出差去了吗？对啊，我现在就在外地，闲着没事儿，给你打个电话问候一下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带你去一个新的厂子玩。哎，那全是玩大的，很适合你啊。我什么样啊？哎，玩的大，输的也大，没准我还不敢去呢。哎，还有你老虎不敢上的桌。行了行了啊。哎，对了，你给我那把手枪怎么不太好用啊？哎，怎么你用了？我不知道，我也没用过。哎，你老老实告诉我，这枪怎么来的？哼，大街上捡的。别逗了，大街上哪那么多枪让人捡啊？真的，我走在大街上看见了。哎，我还以为是玩具枪呢。这么说，是黑枪了？肯定是有人拿这枪犯了事儿。哎，万一被警察查到，我他妈就得替人顶罪啊！哎，你别激动，你别激动啊！我是好意啊，哎，我想到这枪挺适合你的，哎，没有其他意思，你不要你就把它扔了不就完了？你放心，我早扔了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到时候我带你去那个新厂子玩玩。哎，老陈，好了，就这样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明儿见。顺利吗？找到中意的房子吗？不错，挺顺的。过两天再谈的，如果行的话就定下来了。在什么地方啊？就那边，挺远的地方。那边？哎，那边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开馆子的地方吧？这种地方，只要自己中意就行了。哎，我主要喜欢那边的环境。这倒也是。哎，你要是定下来了，是不是还住在我这儿啊？那是肯定的了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我的房子租的还挺顺利。愿咱们俩啊都顺利，啊！哎，没错，哎，都顺，都顺啊！
周，我觉得你挺不容易的。什么意思？你都看到了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像今天这样，要想抓罪犯，就要干净利落。我想，如果有个罪犯在我手里一拖两年，我可就要崩溃了。哎，老周啊，这两年你是怎么过来的？哎呀，开始的时候连觉都睡不着。哎呀，后来不是建了一个情报网吗？啊，一次一次的调查，虽然没有抓住胡志军，但是心里总要好受一点。你建立网络就是为了心里好受？什么？哦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，我知道。其实我建立情报网，压根儿就没想着为全系统提供什么帮助。我的目的啊，就是想抓住胡志军。嗯，这倒是句大实话。谢谢你。哎，建峰，哎，我问你，你这些年这么拼命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呀？我哪儿拼命了？我觉得我只是在做一个警察应该做的事儿。所有的警察都跟你一样，睡办公室，一日三餐吃面包。哼，你说这个，老周啊，我这么问你，你在执行任务最紧张的时候睡过办公室吗？睡过。嗯，那你在工作太忙，没有时间吃饭，啊，分不开身的时候，也吃过面包吧？吃过。这不就行了？所有的警察都睡过办公室，吃过面包，而他们这么做，就因为他们是警察。但是，所以啊，你和我，和其他的警察同志没什么区别，同样是睡办公室，吃面包。建芳，你这是歪理。哎，老周，我怎么是歪理呢？啊？来，你来点。不不不，我不要。哼，我跟你说，没有一个人能像你这样，天天睡办公室，也没有一个人能像你这样，顿顿都吃面包。我看看。你是不是连牌子都不换？嗯，明天买点别的面包，换换口味。哎呀，我问的问题的重点根本就不在这儿。我说的意思是，你为什么天天都这么过？很简单，我愿意。愿意？嗯，看啊，穿上警服，我们是警察，睡办公室吃面包，毫无怨言。而你们脱了警服呢，你们就要做父亲，要做丈夫，要做朋友。而我没那么多复杂的身份，我每天24小时我都是警察。你成家了吗？没有。多麻烦。哎，你有女朋友吗？没有，都是战友。你可真行啊。怎么了？建峰，你是个真正的警察，我跟你比起来确实不够纯粹。我们这么说吧，如果说我们俩不一样，那就是我对这身警服的热爱程度。哎呀，这个我理解。我当初穿上警服的时候跟你一样，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就盼着天亮，这天一亮就马上可以穿上警服了。所以说我和你不一样啊。怎么不一样？那种兴奋程度啊，你维持多长时间？想一想，一两个月吧。一办起案子来，我就全忘了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老周，自打警校毕业到现在，十几年了，那种心情啊，我丝毫没有减弱。你说的很形象，我现在仍然这身警服就长在我身上。啊？嗯。哼，快快快！那我得把这帽子戴上，衣服穿上啊！找什么？那衣服，
干嘛，老郑？哎，不不，我得戴着帽子，穿上衣服，好好给你敬个礼。嗨，建芳，像你这样的，几十年如一日，还保持着警校毕业生心态的人，你说到哪儿去找去？啊，来，敬礼。起风雨。